欢迎收看《料理甜甜圈》，我是香喷喷的主厨香师傅，我是上面帮忙的小吃爱子。爱子，今天是营养师来上菜，不过我很期待今天的料理哦。嗯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排队料理，既然是要排队，一定很好吃。没错，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营养博士吧。一起来欢迎吴应龙吴博士。欢迎博士，博士好。师傅小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博士哎，泡叔，那你讲嘿，吴博士，是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排队料理呢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润饼。润饼？为什么是润饼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润饼哦，它都把蔬菜包在里面，所以小朋友都看不到。好，所以小朋友就不知不觉吃了很多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。哦，真的。我每次去夜市，我们家那边就有一个夜市，有一个润饼要排队。对。然后我就妈，你要什么？他就说，不然给我来个润饼好了。哦，对，你妈好聪明啊。因为它比较养生，里面有蔬菜。是啊。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哇，香喷喷的那个花生粉，吃了。没错。香哦。很抱歉，我今天做润饼没有花生粉。啊？还要吃吗？还要做吗？没有花生粉，怎么可以叫润饼啊？对啊。不会不会，别大不要紧张啊。我今天会拿出法宝，会比花生粉更好。有法宝，法宝，那等一下就要来看一看喽。那我们赶快来营养博士，请上菜。博士，今天需要哪些食材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有高丽菜，还有杏仁、咖喱块，还有绿豆芽、洋葱、红萝卜、蛋，还有鸡腿肉、香菜、黑糖、润饼皮。哇，好多蔬菜哦！很多蔬菜，而且我发现老师的秘密了。什么秘密？你是不是想要用那个杏仁来取代花生呢？当然，那是我的秘密武器，那是我抗老的秘密武器。抗老的秘密武器怎么说？我想听。怎么那么急？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很紧张。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它可以抗老化。对，维生素 E。那它所有坚果类里面第一名的是葵瓜子。葵瓜子，对对对，维生素 E 最多的，第二名就是这个杏仁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嘞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来菜把它处理好。但是这个肉，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这个肉已经有调味了呢？应该是有腌过吧。哦，对，所以说前一天哦，其实妈妈就是在睡觉前就把它肉腌起来，第二天就可以做了。嗯，那其实腌很简单，你就放一些酱油，酱油，然后放一些糖，胡椒，放一些胡椒就可以了。这样味道就跑进去。其实味道就跑进去，可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有点辣，你自己放一些辣椒粉。你会猜猜，其实这块鸡肉是鸡腿啊？对，还有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比较大，没有皮耶。对，没有皮哦，没有皮。哎，真的哎，为什么去皮了？对，我把皮去掉了。你既然要做健康润饼的话，我们的肉要用低脂的。炒这个青菜之前，其实我们先把这个鸡腿肉拿到电锅去蒸，这样子。所以蒸鸡腿要放多少水？那个外锅的话，大概放一杯半吧。我觉得大概蒸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左右。对对对。好。然后，所以它在蒸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炒青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青菜。对，处理最重要的这个膳食纤维最多的青菜。那我来切洋葱。嗯。请香师傅你帮我刨一下一些里面的红萝卜丝。没问题，刨红萝卜丝。那爱子嘞，听说你有一个什么打蛋公主的名称吗？啊，没错，找我就对了。那你拜托我帮我打一下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变身一下。我变身，四三二一，哒！欢迎打蛋公主。自己笑场了，打蛋公主。我觉得你救了我，我常常打蛋，蛋可能会放到那个蛋液里面。对啊，洋葱哦，我在家里其实喜欢用很多洋葱。哦。它可以让我们的肝脏的解毒酵素活性会活化。哦。会有排毒的效果。而且还有个好处。什么？你想要演哭戏的时候，可以切一点洋葱。你现在需要吗？切一点在你眼睛。你在切的时候，我已经略微感受到了，不过还好一点点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放一些油，稍稍热的时候就把洋葱放进去了。对，炒一下。那因为洋葱的话，它用一点水，然后让它慢慢煮，它的甜味会出来的。我们就可以把高丽菜也放进来了。可是我们不是一般做菜做那个润饼都是分开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现在在外面这个摊贩，我是摊贩，我一定会把它分开啊，因为我让消费者说要说它有好多料嘛。那你在家里这么麻烦吗？你看高丽菜，就高丽菜变软了，对，变软了。然后我们再用红萝卜，我希望就是食物的原味。我这个炒完以后，我不想加任何的盐，我就用咖喱块下去这样。像我妈妈最近她就是自己在做那个鲜金。
它就是自己去把它蒸，然后就会有一碗，就是它的精华。哦，对对对，喝了以后真的整个精神变好好。你看我，什么？它没有加调味料？它没有加调，有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而已哈，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妈妈的爱呀。你怎么那么会说话？对不对？妈，谢谢。你妈妈的爱就是你的爱。你妈妈的爱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调味料。这时候已经很不错，我们可以把它焖一下。软烂之后，我放一些豆芽菜，再放豆芽菜。那豆芽菜就是因为它会让等一下润饼吃起来有那种脆脆的感觉，脆脆的感觉，我觉得这很必要。真的，真的。你看哈，就这样一锅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这是炒青菜，你真的就这一锅就可以直接吃。对啊，对，红烧配饭。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做润饼真的很麻烦，其实还好。我觉得你已经炒好一盘非常可口的青菜。没错，我现在就有点想吃。对，香师傅，你是全宇宙最会煎蛋皮的啦。你要呼叫那个蛋皮王子出来吗？哦，呼叫蛋皮王子。蛋皮王子来了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我煎个蛋皮吧。打蛋公主干嘛偷笑我？好，蛋皮王子来煎蛋。哎，这个有秘诀，对不对？慢慢放，慢慢放，慢慢火要小一点，不要太大。没错。好，你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会煎破。嗯，不可能。不可能哦。对，你可以一直连续拍我，缩时摄影都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好啦，那我现在要教大家做的是重头戏，因为我没有花生粉，所以我去买了这个原味的一个杏仁。哦，杏仁。对，然后我要把它自己打成粉。我开始哦，我要打。哇。有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了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，对，我这家传香蕉妈妈教的还不错，有教过，香师傅正在，我要偷闻一下，全神贯注的，哦，很香哎，很香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吼怕一翻就碎掉，但是还是翻看看好了，哇，你好厉害哎，要翻哦，一二三，哇，哦。现在有一块飞出去了，我开始崇拜你了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我开始崇，我还没有办法这样子。那个我们 close 的画面这边尽量不要帮我拍到，这样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拍那一面，很好。之后呢，因为你刚刚讲说它没有甜味，嗯，那我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东西，黑糖。黑糖，你看这么好，抗氧化，维生素 E 这么多的杏仁粉，我们可以加上一些黑糖进去，这样，然后再把它拌一拌，这样子。我来拌。好，来，小厨交给你拌了。没问题。这个甜味就出来了，而且这个甜味是有营养的甜味哦，它比花生粉还好吃。你等一下可以，你现在可以口说无凭啊！你偷吃一下，你是不是很想偷吃？我想偷吃，我不算偷吃啦，在节目上我一向是光明正大。很香哎，很香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好吃，超好吃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哎！我有点想，我想要转圈圈。那这个蛋皮要怎么处理？那你就好人做到底，你就帮我切吧。好好好人做到底，就一切成一，爱怎么切就怎么切。我觉得做料理就是随意，就是随意，高兴就好，而且还可以一直吃。我先把这个香蕉哥哥蛋饼王子的煎蛋王子的这个放在里面，好，然后再来可以放菜。菜好，菜把它放到这上面这样。哇，好香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放鸡肉了。鸡肉来。好来，我来夹。夹。夹个两块没有问题，两块没问题。对，这鸡肉看起来很好吃，很嫩哎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撒上这种超级秘密的粉，我的秘密的粉来代替这个就是杏仁粉。哇，你知道这叫什么粉吗？蜜粉，秘密的粉。等下来，蜜粉。其实小朋友有的喜欢吃香菜，不喜欢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那我们要不要放？不要放好了。好，我喜欢。好，你喜欢那，所以我们那你做你自己的，放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放一边好了。嗯，好，放一边。我们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。等一下，爱子吃这边，你们可以切开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包了哈。哇，你这个包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把菜放在某一边这样子。嗯，这个是巨无霸的润饼卷呢。你看，已经卷好了啦。对，很棒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切。我们最好是家里有锯齿刀这样子。嗯，切面包。对，把它切面包。你帮我抓住这边。好，好，扶住。然后我们切的时候可以这样子，成一个斜面状切。对，拿好，拿好。对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超美，超美，有没有？很漂亮，超好吃。赶快拿个盘子来，拿个盘子来装，这样做料理一定要讲求美感，这样。哇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你这样子对着你的
爸爸妈妈对着你的胃，你的胃，你这样子已经对着我的胃了，胃口大开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旁边啊，你刚刚不吃嘛，可是我放在旁边装饰装饰一下，总可以吧？对不对？漂亮哎，这样很漂亮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请老师自己拿着。好的。现在看起来非常可口的料理叫做健康润饼，完成了。美味开动！哇，博士的这个健康润饼，赶快咬一口就知道味道如何。没错，好美味哦，有咖喱的香气耶，味道很好哎，真的很好吃，配上任何粉。再加上粉，你爱上了它，对不对？对，意外的很融合在里面，对。完全感觉不到说它是另外加进去，也非常高。你看它的外面的润饼皮是有提供我们碳水化合物，然后在我们的肌肉蛋白质，然后那么多青菜，它有很多的维他命，有很多的纤维，哇，然后的坚果矿物质超高，再加上那个糖，是黑糖哦，黑糖有钙还有铁，太美味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说，其实这些排队的一些美食，你回到家自己做一些健康的，并不见得会难吃。想不到又会读书，又漂亮，又会做菜的吴博士，掌声鼓励！自己也可以做排队的美食哦，所以想知道更多好吃排队的美食，记得要准时收看我们的料理甜甜圈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赶快做结束，我们就可以认真吃了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